是 Life 爵士乐团的团长，我叫吴博毅。那么呢，你也可以叫我吴百毅，因为博数的博是一个破音字，可以念成百，所以呢，我就变成了吴百毅。那么呢，我是一个视障的萨克斯风手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只有剩下左边的眼睛还有 0.03。那 0.03 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反正我看出去的世界都是很美丽。那待会呢，听我的演讲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感觉要回应给我呢，千万不要用点头、用摇头，或是比一个赞啊，或是有任何的动作啊，给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让我听见声音，比方说掌声，比方说笑声，谢谢，尖叫声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。那听说呢，今天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会负责在后面举牌，告诉每一个讲者就是时间到了。那举牌的同学哈，今天你要加油，万一呢我不小心超过了时间，你就要努力的举，用力的举，举到我看见为止，要不然我可能会怕我不知道要下台。好，来讲讲我怎么跟萨克斯风的相遇好了。我小时候在一般的学校念书，那个时候的我一个人是视障，所以小时候我非常的没有自信，也封闭了自己。一直到高中的时候，我进入台北市立启明学校念书，哇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终于遇见一群跟我一样是视障的朋友。那这一群视障的朋友呢，其实又跟我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他们都会乐器。害我也很想要学一个乐器。隔没多久呢，我的机会就来了。有一个学长呢，他说要毕业了，他要把他手中的乐器传承给下一位新生，所以就找到了我。我就很开心，他说：“好好好，学长，你要教我什么乐器，请借我摸一下好吗？”哦，启明学校的学生用词不太一样的，我们都说借我摸一下，不是看一下。我其实把他借来摸了很多下。我跟学长说：“哇，你这个乐器好奇怪哦，这个摸起来这个形状啊，很像一只瞎子。”结果学长跟我说：“我们启明学校都是瞎子啊，你来练琴你也是瞎子啊，所以我们瞎吹瞎子。”啊，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很开心，我就每天都一直在吹这只瞎子，吹到放学不回家，待到晚上9点钟。所有同学要就寝了，警卫把我请回家去。然后啊，我跟所有人说，我将来要考大学，而且我要考音乐系。哇，好像所有人都不理我那时候，而且大家都看好我。我的爸爸非常的担心我。可是音乐对我来说，是我从小到大唯一找到的一个兴趣。也是我觉得从小到大唯一一件我可以靠自己努力去练习，然后可以每天每天都可以感觉它有一点点一点点进步的一件事，所以那时候我很坚持。然后呢，第一个首先愿意相信支持我的是我的导师邱老师，其实我不晓得他那时候哪来的这个信心哈。那邱老师我很谢谢他，他还特别去拜托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特别给我。下课后10分钟的特别指导，哇！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个短短的10分钟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我。那
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呢，我是抱着一个平常心去考，因为呢，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考不上的，所以呢，我那个时候呢，考试的时候完全不紧张，也不会怯场，反正就是考一个经验。结果呢，超出了我自己跟所有人对我的预期。结果很幸运的，虽然分数没有很高了，但是也让我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的音乐学系。啊，那时候自己好开心哦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有被人家肯定的感觉。可是呢，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，第一堂课就给了我一堂震撼教育。我还记得那是一堂管乐的合奏课。那合奏课呢，所有同学一坐下来，老师呢乐谱发下去，大家就准备要演奏了。我那时候好紧张，我赶快跟同学说：“我看不到乐谱，我没办法这样子。我以前呢，我都是要把它背起来才可以。”那同学说：“好，没关系，你不要紧张，那你就先坐在旁边听。”然后呢，我也得到老师的允许，我拿起录音机准备录音。然后下一秒，我听见的音乐呢，就让我吓傻，因为怎么跟启明学校听的音乐不太一样，而且哦，好像我在听 CD 那样，好好听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大师现在都变成我的同学，然后就坐在我旁边，那个压力大到我连把乐器拿出来在同学面前练习的勇气我都没有。那时候呢，我都躲在我们系上角落有一间琴房，那间琴房呢，门关不太紧，钢琴的音不太准，然后呢，重点是冷气不太冷，我都只敢躲在那边偷偷练习。然后你们知道就是视障朋友是怎么听一首歌吗？刚才讲到说就是不能看乐谱嘛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用听的，慢慢的听，慢慢的听，把每一个音先都听出来，然后呢再慢慢的听，慢慢的听，把每一个音都听到背起来，然后才可以慢慢的练，慢慢的练，把它练起来。所以呢我们练了一首歌，别人大概练了五六首歌以上。那很多人都会想说视障朋友的听觉特别敏锐，然后呢如果看到视障的音乐家就会说这个是天生的音乐天才，是天生的绝对音感。你们会这样觉得吗？有，我有看到有人点头，我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跟我说，但是我就跟他说不是，至少我不是，我不是绝对音感，我是绝对没音感。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啊，我连哆来咪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其实我花很久很久的时间，老师叫我在钢琴上面一个音一个音去对，特别把那个曲子录音录得很慢。我慢慢对很久，才终于可以辨别，就是哆来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任何的感官都是要透过不断不断的练习。然后视障朋友呢，不是说听觉天生就很好，而是比我们多用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那么我在上主修课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我的老师终于受不了我了，他跟我说：“博弈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乐器可以吹得这么难听吗？”我自己也知道很难听。老师说：“因为你的基本功不对，你的嘴型也不对，算了算了，我从头教你好了。”好，那堂课呢，他整整一个小时把我当成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在教。他带我的手去摸他的脸颊，去感觉每一个肌肉是怎么样正确的用力，然后带我去摸他的嘴巴跟嘴唇，让我去知道说要用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嘴型去吹奏乐器。那堂课呢，我收获很多，但是呢，打击还有挫折更多。我回家就跟我爸说我要休学，然后我爸很生气哦，他跟我说：“那当初吼，叫你卖学音乐，你都卖，怎么脱掉都歪学啊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要放弃，也不是，要那个逃避，我是想给自己一年的时间，好好在家里练习基本功。”那讲到基本功呢，什么叫做基本功呢？我也可以来现场示范一下哈。不过释放基本功其实是蛮紧张的，因为比吹曲子其实还难，真的。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
这就是基本功，吹一个音就很累，一整个就很像是一个吹气球的概念，对不对？那吹气球的话呢，明明想象我说吹一个小时变成小时，会变化是不是？气球不了要断。对对，有人说头晕，这是我理解的。头晕怎么办呢？老师跟我说头晕就是休息一下再睡，然后呢晕久了习惯都不会晕了。然后呢会怎么样？嘴巴酸，对不对？然后吹乐器只有嘴巴酸，他会嘴巴痛。那痛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一样，老师有说痛了就休息一下再吹啊，痛久了习惯就不会痛。讲到这边，我也要特别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给了我一个看似不太好用的身体。因为我是师大，所以我可以很专注、很认真的学一件我喜欢的事情，我想学的东西，然后不会被外界干扰。我那时候啊，每天在家里练习乐器，六个小时，最多八个小时。然后回到系上，终于觉得自己的程度跟同学比较接近。那之后呢，我加入萧煌奇的乐团，开始随萧煌奇在台湾，甚至于到欧洲、到大陆、到日本去做巡回表演。然后呢，之后煌奇就发片了，就单飞了，对不对？乐团呢就解散了。我一下子又从舞台上，从掌声中掉到了谷底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一个人走上街头去考街头艺人。然后呢，一年一年就这样熬过去了。我们人生好像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。终于开始慢慢有人又看见了我。现在呢，我有一群伙伴跟我一起为梦想努力，那就是 Life 生命爵士乐团。Life 爵士乐团是由几位的视障朋友，还有一位眼科医师，还有一位乐团的志工讲师所组成。你们会觉得眼科医师好奇怪，眼科医师呢没有视障，眼科医师只是一位医不好视障朋友的医师。那他是早期红蚂蚁合唱团的吉他手，如果你有听过红蚂蚁，你一定有听过一首歌《爱情一样的巧》他叫黎旭莹，黎医师跟我说，博弈，我虽然治不好你的眼睛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许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。讲师尤文君告诉我，一个人走得很快，但是呢，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。他问我说，除了想做表演以外，还想做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我还想回到校园去，因为小时候同学都不了解我，有一些同学会不喜欢我，甚至有一些同学会欺负我。我现在想要回到学校，让大家再次认识我。所以呢，奈夫爵士乐团，我们开始走入校园做社会教育，也走到企业里面做教育训练。去年商业周刊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为奈夫爵士乐团拍摄一支20分钟的微电影。然后11月份的时候呢，周刊跟电影同时的发行。我很谢谢一路上有这么多跟我一起为梦想努力的伙伴，还有生命中曾经扶持过我的每一双手。最后呢，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是我自己的创作曲。听博弈的音乐呢，没有歌词，但是有故事，这首歌叫《原点》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我要拿一个东西出来，这个是手表，对不对？这个手表呢，我从我的视力还看得见它的时候，就一直戴到现在，我的视力已经看不见了。可是手表的指针呢，一样不停的在转动，就跟我的人生一样。那转动的指针呢，唯一不会动的是哪里？不会动就是中间的圆心点，对不对？哦，同学你要现挂吗？哦，5分钟哦，对不起，5分钟快到了。OK， 谢谢。刚才讲到中间的圆心点是不会动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初心。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呢，唯一不能变的就是我们的初心。
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境遇怎么样的改变，唯一都不能动的就是我们的本心，我们的初心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献给在座的大家。这首歌博弈的创作曲叫做《原点》。走在梦想的路上，我们都要记得莫忘初衷。我是 Life 爵士乐团的团长吴百亿。我虽然没有五百亿，但是我会记得用500倍的毅力，继续成就往后的自己。谢谢。